国际狮子会300A5区和乐狮子会在双十节国庆日当天重阳节前夕在七堵长安社区举办公益敬老活动，针对60岁以上的长者致赠百米免费血糖量测和益检，60岁以上的老人帮他做血糖检测服务，也捐赠百米还有益检来服务这个社区。那这个活动会每年持续的进行，谢谢。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爱心做在这个长安社区，然后让那个老人可以60岁的老人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狮子会所有的一点点爱心。这项活动也受到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高度肯定。秀玉现在在这个长安社区的篮球场，那就是和乐狮子会每年在99重阳节前夕都会办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心活动，包括义检，还有捐米，包括这个测血糖，对我们长安社区这边的一些长者的一个关心哦。活动举办时也吸引许多民众来参加，并且感谢和乐狮子会的爱心和服务。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